糟老头子又在搞事情。媳妇儿出来。来啦。吃瓜子啊。干什么？嗯，没吃饭吗？哎呀，我也忘了，不，吃东西等吃完饭再吃啊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不像个法子把老公支走。不了吗？嗯。有了。打电话送楼下了，你看看他到了吧？来打电话问问。哎，到哪儿了？哦，行，好了，我下去拿。哇！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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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长眼戏。留点肥底逗一下老公，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我得快点吃完溜溜，不然被老公发现了。我吃饱了，西瓜也吃不下去了，你自己留着慢慢吃吧，吃完收拾完哈。行，好了，我刷碗就行了。好嘞。媳妇儿终于走了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哎呀，哎呀，这媳妇儿太气人，还好给我留了一点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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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就等着吧。看你那嘚瑟样，吃完了吗？我吃完了，就干两瓶。拿来吧你！哎呦我的妈！牛肉太香了，先来一块尝尝。哦！再给媳妇加点料。吃饭也不叫我。哎呀，我想喊你了，你进来了，你看。哎呦！今天的老公很奇怪呀，舍得买肉了。看牛肉好吃，小光，嗯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哪来的才买牛肉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告诉大家一个薅羊毛的机会，现在拼多多上1元钱抢冠军平江牛肉，活动限量1000份，截至3月31号，活动链接我放在评论区了，快出！这还差不多，嗯，花1块钱买的这牛肉，你看，媳妇儿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叮叮叮！呀，你筷子掉了，老公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媳妇儿终于上钩了。到我开始表演了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这样媳妇儿就不敢吃肉了吧？都是我的了。
好吃吧这个饼，今天牛肉绝了。这啥呀这是啊咋了咋了然后然后媳妇儿又想用西瓜套路，留着吧，我猜不上当。你吃西瓜吧。我看你今天就吃西瓜吧。还是先吃点西瓜，等一等吧。老哥，你吃饱了吧？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新鲜的蒜蓉扇贝先来一个，太美味了。哎呦我去，趁着媳妇没到家得抓紧尝去。还是给老公留几个逗逗他吧，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，龙啊，这火鸡面可好吃，你尝尝。哎，你看见，弄多少油了吧？哎，没事，我刚买了一大箱洗衣液呢。买这么多干嘛？这不是有活动吗？今天一块钱能抢。龙啊，哎，我吃饱了，我下会儿去了，你慢慢吃吧哈。嗯，好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嗯。还算你有良心，给我留了几个。这啥呀？这是妈香喷喷的大鸡排，太好吃了。哦，糟老头子又在搞事情。剩下的一块先藏起来，不能被媳妇发现了。
然没看错，先吃了再说吧。不能便宜了糟老头子，在他爱吃的藕盒里加点料，留点鸡排兜兜他。长眼心啊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来了。哎呀，天天洗个脸费劲。哎呀，吃啥？玉米粉儿，来。你做点肉干吧。有藕盒吧。尝尝来。哎，玉米粉六。啊，你等着。哎，不，我等一等，一等。看把你吓的。那时候我都在喝了吗？嗯，还没我吃的快呢。嗯，细嚼慢咽对胃才好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你不吃我喝了吗？差点忘了你挨呛。这啥呀这是啊。你慢慢吃吧，我吃饱了。叮叮叮。完了，BBQ 了。